所以有人有种种的讲法，讲啊念佛介好，哦，绝对是大乘，绝对是究竟了义，无毋对，绝对是究竟了义，因为伊那是善巧，绝对是对的。但是吼、哦，你若无究竟吼，依然是毋对的。我讲的当对啊。哦，因为如来众生哦，如来众生就是佛性，佛性的就是清净性，所以绝对你心清净就是念佛，你要相信无？所以那叫做那种念佛吼，持名有观相，有实相，绝对就是清净心，叫做佛性。所以心清净，就是你念佛。我讲安尼对无？所以，搁有一个人问讲啊，那咧，人讲迄动动禅目睭袂使客气吼，哦，嘛无影讲袂使客气，那是惊你客气啊，搁乌白心。唔只讲吼，阿莫客气，吼，阿目睭紧紧安尼，安尼啊，注意家己的动作，吼、哦。所以恁来了解，有客无客吼，有关系，无关系。目睭有客无客无关系，在吼、哦，你的妄念会出来未？迄是关键，所以一定要知影三巧。哦，有人讲。我跟人打坐吼，目睭爱留三分，哦，我吼留三分吼，你目睭我来批落咧，我规气甲客气，啊，敢袂使？那还袂使？啊，我目睭客气，我慢要困伊就好啊。啊，若真正爱困哦，啊，无真正爱困就甲困啦，啊，都批落啊，你无甲困无是变啦，无你吼，你嘛是去互迄批落扭去。啊，人佛祖都讲吼，咱拨琴吼，拨琴吼爱适中得好吼，迄弦呐，迄弦爱适中得好，迄放上灵吼拨无声，啊你扭上强的拨断呢，吼，啊，安尼敢听？我一点钟去啊。是不是这较好听？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第八个，把初恋的过好，那是目标。
两个迄拢是方便，哦，但是各位方便哦，一定要食食卡，唔食食卡系不利的哦。因为吼，你去到另一个练场，不过呀吼，你不管练什么劲吼，啊，你都看过就好啊。哦，就刚刚讲哦，哎，这事实都未歹，本来你站一句哦，你就一定比我话真话出来好啊。哦，你唔好哦，怀疑的呢。你摆落去，反正这等交掉啊！好，亲自先去，我讲了我。那么阿拉所要下一先从哪里挖？卖插嘴，然后去卖。阿弟太讲讲些高，平时我是不想打零上面。阿弟各位，阿那再请解释。所以本身的哦，我什么叫拢要听这个声音嘞？哦，迄就是哦，定力无够，哦，功夫练无出来。你功夫练无出来哦，佛光都袂出来。哦，什么叫做观世音？您敢知？有人想，观。色音，这观是用目睭看的，啊，目睭来看声音，啊，这大概对得到，哦，所以以前那不爱合作文音菩萨，伊那合作观音菩萨，安尼你还了解？因为哦，伊那合作文音菩萨吼，诶，普通人会误会去。所以要换一个字，叫观音。啊，就是要你知影吼，伊咧观世音吼，唔是用目睭看，用对看的。系啊。哦，当你所以要修观音法门，你要了解观音法门的迄个，因为觉伫迄对。哦，是的。你到我到卖去顶救耶稣，一清净心才出来，啊，佛光就出来，佛光就出来吼，伊到我到照着众生，迄叫啥？迄个观世音，哦。但是我要甲你照吼，你爱有空间互我照，哦。你若甲你的门关起来，我光都照袂入去。安知啊吼，所以哦，像咱来呼叫观音菩萨，一叫咧门开，伊个光就入去。所以就是安尼吼，叫你脱险，还叫做观世音的普门品，安尼够听。哦，伊佛光照入去，因当然我帮助你脱险，啊，你关起来是免啊帮你脱险。安尼敢知影观音法门嘞？哦，哦，过来，你本身门爱拍开。啊，门拍开就是本身你爱有，至少嘛爱有迄个佛性，哦，人有佛性的人吼，自然都慈悲心，都智慧，会甲观音菩萨呢相应，啊，你唔知我都救你脱险，啊，所以有所求的人吼，就等于吼，迄门无都拍开。啊，嘛是歹叫啊！安尼知吼？哦，因此，唔是菩萨爱知，唔是菩萨的境界，有法度甲你加持，你就有法度得
得救。那是你要对这个法你要清楚了，你才法度得救。安尼，安尼知无？所以爱伫恁苦难的时候，你就讲啊，我的业报现前吼，哎呦，我的过去做的啊，哦啊，这世的，啊，哦，人讲咧报嘛爱心吼，啊，看会当众报亲受未吼，啊，求忏悔，惭愧求忏悔，安尼你讲我都给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无免啊，免啊得救啊！吼，哦，这观世音，唔命救你的人，你接受的人，你嘛要清楚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方法？哦，啊，就是伊本身会当还魂，哦，袂去有阴沉孽的。每个阴沉了以后，伊我都恢复伊的清净性，伊的观才会出来。哦，所以修这法门的人，你一定要我都脱离根尘，才我都练得出来。所以这就是观音法门。自救也好，要救人也好，这拢要清楚。啊，你得做。这网友跟成你来，你是要来救人？啊，你佛根也无出来，我帮你照得到。啊，你来救我会得到，所以你要了解。哦，我的本身我都力量清净，迄佛根会出来，佛根会出来，迄主人你要救人都我都，迄叫做摄受力。因为修行是一个大学问，哦，迄比医生的学问搁较深，啊，但是吼，哦，是很类似。因为医生要医病人吼，嘛都爱吼，嘛都爱你做清楚这个病到底是啥物物件，啊，你要用啥物药啊，啊那医你也家己也清楚。哦，同款啊。一般伊即肉体病都爱足认真，爱足我爱读医学系，爱读七档呢，七档安尼出来阁无够呢，还阁练经验呢，安尼叫我都医人呢。哦，何况这佛法，迄个无久的修炼，迄哪有法度医人？即款修行救人的学问是比医生阁较。更加深的，一个是救身体，另一个不是要救心的。所以真正是当初我决定放下医生是放下掉的呢。人家讲迄个吼。那个是那个镇定剧哦，那个朱宁，然后人生难得我已得，这第一类书行，第二哈佛法难闻我已闻，第三善知识难遇我已遇。